台传到目前为止，每一个月对这些所谓来帮助我们的人都有做评鉴，嗯，他们都有做所谓的这个顾问评鉴制度哦，是每个月到现在都有做哦。他们至少有好几组，有什么西装组啦、潜机组啦、潜电组啦，有各种不同的组。那由台传所谓的技工跟领班，他们每一个月都要来写这种交给潜舰国造中心的报告书，做月评鉴。嗯，那坦白讲啦，如果今天是诈骗集团，像我，如果我是诈骗集团，我进去，我就算混着进去，我拿到什么假文凭，我混着进去，我过不了这个评鉴啊，因为太多专业技术了，我问你，那你什么都答不出来，你要怎么样去做诈骗呢？这么专业的东西，所以我要讲的是说，我们目前为止台传到现在都有顾问的评鉴制度，而且都有所谓的试用期，所以呢，你就算把这个 GL 公司你打成打爆打说什么是红酒什么的，这些人过得了评鉴吗？你当我们的台传的顾问评鉴制度是受嘎吗？